有一种蓝，出自于天然，又成就于记忆，通过打定、画、刻、敷、染、晒，诞生了无数种美妙纹理，形成了丰富布艺，美得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。蓝染作为一种古老的印染技艺，之所以能传流到今天，正是依靠着一代一代的传承人的执着追求。我很享受这一种构思，每一件作品在我的双手升华的过程。采一株蓝草，制一罐蓝靛膏，在白布上染出层次丰富、凝重素雅的蓝，是手艺，也是心意。从一株植物到世界的潮流符号，它用俊秀、清新、淳朴的特色扎染记忆，传送着好心茂名故事，让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和失传的手艺重新焕发生机。他就是扎染制作技艺传承人邓小燕。